大家好，期权教室今日举办了2022年一月份的每月策略堂 MS 堂，我将其中几分钟的内容剪辑了出来，作为 trailer 给大家参考。咁今日嘅内容入边咧，有一样叫做新网站、新春有新节目啊。咁就先俾大家先俾少少嘢俾大家睇下先，就俾个 trailer 大家睇下先啦。呢個是桃花音樂《望春風》。咁好，阿 friend 啲相有咩好介紹？咁呢度其實就係一個新春三部曲啊！頭先睇係第一部曲嘅第一部分啦嚇。主要呢度三個 video 咧都係介紹我哋係台灣嘅書籍嘅。咁所以咧，年三十之前咧就會上載到我哋嘅教室網站嗰度噶啦，就會在台灣讀者原地下面出現的，跟大家是拜個早年的。正如我們今天的正題，我認為2022年做期權是好時間，因為2021年下半年奮去直追，能夠現在追回年中的損失。我的方法呢跟大家講一講，沒問題，就講回我在昨天的信報所講的我們有個虎步，有個 Tiger Step 去面對我們的2022了啊，所以我要虎步舞啊， Step 有個跳舞的動作了。不過我們虎步我在這裡就開始，就這裡有兩隻股票在這裡，下面就講一下新鴻基。新鴻基大家知道啦，我都是用是我的外股啊，就是你們都熟悉的股票。 Kenny 啊，個老太幾錢買啊？九十几蚊，低于个95啊，94啦，次次都94，佢喐噶啦，佢喐，系咪个都得啊？包括我撞落嚟，一模一样，系咪？因为佢系大股东，佢一喐亲就要登报噶嘛，一报先。好啦，你睇睇我嗰、那个有道理啲系嘛？道理 OK， 第一张。咁最后一个咧，就系、是、嗰个胡布帽啊，就300八。啊，呢个我外股嚟嘅。头先我哋讲16号系讲 short 啦，系咪？嗱，呢个讲 long 啦，大家注意啊。好，4:300嗰度。港交所 HEX 图喺度。300八，我嚟睇下。嗱，砰砰声上咗去啦啊，上咗去啦。嗯。但系我咧，虽然我系好中意呢只股票，但系呢只股票咧，我认为咧，佢要翻300八。啊、我是不是这样看好它的、啊、短期是这样是吧，所以你这样，但是、哎、好股票来的、啊、这些就啱我们做了，啱我们去啱我们这些这样的人、啊、好好像我这些是都有有些是一二三，是吧？这个位置有，我想问你持货的、啊、是不是持了15张？没有啊，我覺得很清楚，我沒有貨，我要300八才持貨嘛，我的貨300八全部被人拿走了。如果是1月份升穿490，你就要買貨給他、啊、好，現在就今天來討論這個問題，這叫做老虎的 long。 是，再來一個，唉，大家的外股700，好啦，700咧，我叫阿毅嚟讲一讲啦。700今次咧就哇乱晒啊吓，嗰啲行使价嗰啲嘢系咪？我话阿毅啊，你可唔可以讲一讲今次呢个700嘅成个过程啊？好，咁咧相信在座或者听紧 e-learning 咧，都有唔少朋友就有做呢个700 option 噶啦。咁大家都知咧，就腾讯就派京东就呢个股份咧作为股息啦。好，咁啊，兩日之前咧，星期四咧，20号咪股價除淨嘅，咁我哋可以睇睇咧嗰個期權倉位變成點嚇。行使價平時就10蚊一價啦，譬如450、460咁樣上，咁咧而家見到咧係485.3，咁啊有少數點嘅。咁其實呢度就牽涉到一個資本調整嘅機制啊嚇，咁就對我哋實際有咩影響咧？大家就係嗰個好好嘅。除夕是一个小肥年来的了，
啊，跟住而家就虎步迎新年，好啊 ，OK， 唔該曬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Trailer 版嘅 MS 堂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閣下對全個兩個鐘嘅課程有興趣，請上我哋期權教室嘅網站主頁報名，亦都歡迎閣下 WhatsApp 訂閱兩個字去56468836，俾我助理講師 Frandix 嘅 WhatsApp 啦。咁我會安排未來嘅教室資料發送啦。好，下個月2月19號再見，拜拜。